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我们继续游玩《风雨之天笑会》。那上一集是玩到步惊云，希望无名收他为徒弟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屋看一下。右边有宝箱，上次没有捡。花露丸。惊觉，师傅那把心爱的英雄剑，你可别乱动，否则师傅要骂人了。英雄剑，对，键盘不能动，还是这款游戏只能用滑鼠吧？这我很累，所以英雄剑那里，他说不要动，我们就是要去动。哼，叫我们不要动，我们就是要去动，看起来是这一把。没错，就是这把。这件似乎在排斥我。呜呜呜呜！难道这光明之剑不欢迎我这黑暗之人？难道我只能活到黑暗之中？为什么不可以拥有光明？我死也不接受这样的命！我要挑战命运。惊觉，明天。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他是我的好友不屈大师，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叔叔，难道你不想收我为徒？孩子，恐怕我不太适合当你的师父。不屈大师无欲卓绝，且更懂得不少人生道理，他比我更适合做你的师父。金雀和我们相处融洽，人又聪明，很不错啊，为什么他要跟随不屈大师呢？我的剑法虽然洋溢着一片生机，可是却不能将人的心魔消除。但不屈的佛门绝学一定可以将惊觉的戾气化去，将他带入正途。我明白了。哼，我知道，其实你是怕我的资质比剑城高，将来会超过他。我不需要你可怜，今后我就走自己的路，没有你们，我一定会活得更好。所以我们要偷溜走就对了。金爵，你不要走！你好基友剑城来了。师父之所以把你交给不屈大师，其实是一片苦心。哼，别装模作样，我早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金爵，冷静点。别再说了，我已经下了决心，别阻拦我。哇，你叫他打别人哦，一心血还不够哎，悲痛莫名。哇哇哇，只30滴而已啊。先点，然后再按，有点麻烦的。啊，我又死了！哼，你的身手这么好，昨天都是全力施威，我未必能胜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想让师父收你为徒。哦，是吗？金卷，不如我再下去师父求情，或许他会改变心意。不用了，我不需要别人同情。我和你走的路是绝对不同的，我和你根本是两种人。你自小好师傅悉悉提携，而我却自幼丧母，家人个个又不把我当人看，这就是我的命。但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十分感激你们在这段日子里所给我的些许温暖。再见。不要走。OK， 成功了吗 ？Yes， 这么按右键回去，一定要按那个。敌人都是，会不会死掉啊？而且太快遇到敌人了。
痛。我死了啦。打不赢吗？我快死了，我没东西可以吃的哦。包子还有，包子还有四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我们战斗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跳过就好了。地图也跳过，就走迷宫的时候也跳过，看剧情再录给大家看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是例外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没死，还没死。好，我不能用，不能用招式的。可是这边的敌人应该是要我能应付的啊。我觉得会死掉哎、欸。哦，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好，赶快补一次血。不能用键盘，主要是有点麻烦。3D， 我就补一次好了。没包子的。好，赢了，赢了。我有38，我已经觉得等级提升了。哇！我再走一步路就遇到敌人，那小。野外树林。好啦好啦，我们上路这边就跳过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我们在外面的地图，我们往右上角走，会走到一个城。然后这个城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然后音乐断断续续的，它不会一直马上重复播。天音城哦，这叫天音城。所以有时候没音乐。嘿，你们瞧，天下会在招徒耶！天下会招徒告示。凡年逾十岁之体健少年，凭此布告，便可入会为徒。天下会乃江湖第一大帮，要想扬名立万，成就丰功伟业，唯入天下会。这可是好机会！天下会现在是如日中天之时，可惜我年事已高。否则也去参加盛会。关老头子，你少妄想了，这件事应该是我去才对。哎，朱总，你怎么把布告纸给撕了？臭娘们，你管我这么多干啥？走。招徒，这真是老天赐给我的良机啊！我何不用这机会加入天下会？日后好除掉雄霸，为我义父报仇。不过看来还是先夺回布告纸才行。好，这什么？然后这款游戏啊，就是跟人物对话非常的麻烦。哎，为什么点他会获了包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点他会获了包子？哇，还好的，干嘛卖女儿呢？好。这边的话，怎么没先进？敲门又跑进我家。我娘说，进人家家你要先敲门才有礼貌哦。好，那个小人物我就不配音了，有点累，吓我一跳。告诉他去西面林子危险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。要去找他孩子吗？前两天邻居的小孩大鸟在西面林子里不见了。哦。
其实这款游戏因为要练功啦，所以我只有用修改器。不过我现在修改器的话，现在就修改钱而已，我们就买最好的装备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先逛逛吧，在这点吗？下面的树林，就是由下面出现那个树林嘛？你真笨呢！刚刚说什么东西？我刚刚杀猪的大叔哦 ，OK。为什么杀猪人知道叫猪肉王啊？我不懂。我在天鹰城卖了几十年的水果，看尽了无数武林豪杰，但是雄霸这帮有霸者之气之人却少之又少啊！或许雄霸真具有所谓的皇帝命呢。卖水果，刚刚讲的一个20年前，这里根本不叫天鹰城，叫做天眷村的小型部落而已。后来创立天下会于天商之顶。OK， 好，不是重点。包子。不能跟他讲话，对，我不行跟他讲话，我顶不他，那你要个当铺干嘛？感冒还没好，所以我现在配音很痛苦，你就痰咳不出来，很讨厌。这里过去是天下会，你也是天下会的人吗？自从武林神话无名利错各大派后，武林萧条，天下会趁势而起，以各种手段逼迫各门各派归附旗下。OK， 好，是这么过去天下会，应该客栈吧？我觉得小人物应该都没有什么重点啊，所以我们不用太。朱颜寿，真是一句诗词啊！走开，走开！好，走开就走开，谁稀罕啊？不过这套武功如果学成，变成天下无敌。只能听说很久以前才有一个人在机缘巧合下练成。要说现学嘛，也许就有一个。听说这套武功是包含在一个李白的一首诗里面，但没有人找到过。三分绝学不对，是无名的莫名剑法。最厉害的武功是一首诗，这首诗啊，可不止一项绝学而已，还有剑法、刀法、内功、拳掌等武功，怎么可能？50两啊，好贵啊！哎，阿斗。阿弥陀佛，请佛祖保佑我在天下会的丈夫能平平安安的回家。OK， 都不是重点。我怎么看武器店呢？操控真难操控。谁的武功天下第一？那还用问？一定是轰动武林神话无名啊！虽然那个无名自始至终都是一团迷。但我可是知道他秘密最多的人哦，他可是在我心目中唯一且至高无上的神呢、啊！哇靠！想知道无名的事迹吗？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：其实无名并非无名无姓，只是因不屑与其卖国囚笼的义父为伍，与之断绝关系，黄姓黄名，后一名无名。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你还想知道他更多的事迹的话，那就下次再来吧。下次没有下次啊，下次是10年后了。下次啊，真的麻烦。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？高山野菜有益健康，为什么
可不能用键盘玩的，不太懂啊。还是以前没办法用键盘玩，不可能啊。不然仙剑怎么用键盘玩的？你要换多少银两？哦，有宝物，我最喜欢的有宝箱，你不要一直走啦。没听过一仗钱一文钱可以逼死英雄好汉，年前的英雄不过也是狗熊而已。好啦，不要领了，黄魂丹。哦，这个宝箱啊，紫云香定神丸，啊，走。武器呢？我要武器。蓝边郊外。OK， 这是那个侏罗拱去的山洞吗？哎，真麻烦。啊，不是重点啊。武器店。包子啊，包子，包子很重要，可是多少钱啊？好麻烦哦，不能点数量吗？你要一个点，神经病啊！到底怎么设计的啊？好了，不能怪人家，这个很久以前的游戏了，十几年前了。第一个，先冲个蓝。所以大家看我玩这场游戏会很痛苦，因为才太不智慧了。因为敌人还蛮难打的，大家知道吗？外面的小怪物其实很难打，根本都不叫小怪物。一个人还遇到三只怪，你说扯不扯？然后一个人打我三十几滴，我一血才150而已，打我一轮我就补血一次了。这个以前我是很觉得，为什么以前在设计游戏的关卡难易度实在是调成这么的夸张，很夸张。是以前大家的游戏都要比难的吗？所以不难就没办法跟其他人比较，是这样吗？好啦，武器店到底在哪里啊？这有是进去过啊？好像没有，这是药店吗？感觉很像药店。我不要走来走去的啦，药草 ，OK， 药草店，刚刚是爆音了，哦，终于可以了，可以恢复800滴血，恢复内力，哦，这个，哦，这样方便多了，那个什么包子一个一个按，神经病。花露好像蛮方便的，大黄丹、人参，可以先这样。多谢了啊，多谢。好啦，这个毕竟为了录影顺利，不要花太多时间练功，用点修改器是很合理的事情。哎，他在干什么？藏起来。藏哪里，大姐？大姐，你藏哪里啊？我一直点到我啊！哎，哦，有灵芝啊，灵芝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不想按的。好，买完武器店，我都要去山洞了。武器跟防具呢？啊，这个刚走过了。这个是这个吗？布装是不是？啊 ，nice， 防具店就是你啦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你。买最贵的。买最贵的。
这个是哦，正讲手部。我们先这样，我们先装装看。我、哦、这样子打第一人就方便多了。叮噔噔噔噔，哦 ，nice。哦，玉器。真的。好，在上买武器就可以了。武器，武器，武器。啊，这样都无理啊！我这样应该。应该被打应该不会痛了吧，这里又是你哦，我先不要走，这不知道地方先不要乱走，天阴城哦，我看到武器店了，你不要动啊，如果还省长共有84，我记得穷爸最强的招是不是三分归元气？归元气吗？三分归元气。哎，大家有看过那个很久以前那个演的连续剧《风云》吗？我记得当初演霍金宇的是何润东。Nice， 菜刀啊，双手刀。各买一个好了，蓝玉剑，蓝玉买两把好了。谢谢，欢迎再来。看一下啊、哦，可是我可以看，哦，我可以弄鲨鱼刀哎。蓝玉剑对你来说太重了，还好我买这个攻击，所以说。他是不能拿，我刚才拿哪一把？哪一把？哪一把？还是我拿鱼肠剑？杀刀哦，杀刀，杀刀，杀刀用这把。哎，为什么刚才没有这？刚才没有这把哎？那我们拿一个鱼肠剑，跟这个 ，OK， 很明显的。攻击刚才是110嘛，110，看一下，我这边变150，那这个，我太重，好，所以用杀刀是目前 CP 值最高的。OK， 走吧，我们去打一下敌人。好像变多强。嗯，就这个，这是一个山洞。嘿嘿嘿，陈哥，这就是你要的布告子，我可是冒着杀身之祸才到手的、啊。嗯，干得好，这是应得的，拿去吧。20两，陈哥，别开玩笑，我卖猪肉，一日最少能赚50两啊。况且是我拼了老命，招惹天下会猜。嗯，你是说钱太少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陈哥一米，陈哥一米。啊，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嘛。这张布告纸好歹也值，妈的，还讨价还价嘞！什么态度？不怕老子宰了你吗？大哥行动，大哥行动，小弟不敢。东西留下，钱拿去给我滚！慢着，你就是撕布告纸的人啊！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你是谁？是天下会的？是天下会又怎样？老实招惹就是看天下会不顺眼。
竟然到处抢我黑山寨的生意，害得我们都找不到新帮众。既然我们得不到，你们也梦想如意。你再不走，我可要砍人了。我现在砍他应该是跟砍猪肉一样容易啊！不知死活，找死！你面对一个是一个小孩嘞，面对一个小孩，你竟然说他是天下会人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是觉得挺奇怪的。七九滴耶，我都已经穿最好的装备了。是每一次放招时都按一次啊，看起来是这样。为什么用砍的反而比较痛？不科学啊！哦，这个这款游戏的那个招式好像有分等级，所以你的等级要练高一点才会痛，打人才会痛啊。那我的包子呢？我的包子呢？哎、欸，他新攻击啊、哦！还好刚才妈的有存档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不是要买包子吗？有啊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刚才没有出现包子？奇怪，我被打好痛哦！我是要练等级啊，再来一次。好像我补血，他也会先打我哦。黑豆，为什么不能选包子？为什么没有出现包子？气死我了！觉得好像练等，人生大还丹，但我那补多少血啊？忘记了，啊，240。哎呦，怎么换我先攻了？奇怪。为什么不能选包子吃？硬要吃包子，因为像血没有很多啊，吃大碗蛋，大碗蛋有点浪费。怎么死啊？他怎么越打我越不痛啊？奇怪。哎，赢了，获得营养66。啊，我升级了没？没升级啊。好吧，我们哎呀，错，我们逛一下吧。那我到底拿到布告子没？应该会有敌人。哎，我们看看打这边的敌人会打多痛。打我15力还行，果然用修改器掏出营养去买最强的防具武器还是最好的。我想要那个武器有现象不能拿，说对我来对主角来说武器过重，蛮特别的。而且招式这样跟攻击力，哎呦，五聚气了。nice。可是招式的那个，
超市可以看等级吗？好像看不到哦。超市有等级吗？有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好，我们有剧情再给大家看，我们先跳过。哦，那个我们走了很久的路，拿到一个宝箱的东西，什么夜叉神王咒？神王咒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暂时暂抱歉，暂时提升所有属性，暂时。啊，这个暂时很重要。这应该是那个打架的时候用的。好，这快转。然后那个我们找到那个猪肉龙，我们先点一下宝箱啊，包子，看他要跟他打架吗？先出个打，万一打输过就尴尬了。OK， 哇，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是被逼的，我把它还给你就是了。哦，拿到布告子了，终于，布告子也都毁，即刻前往天下会吧。OK 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订阅，左下角就多按个订阅。那也欢迎到粉丝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自己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